今朝俺的买卖了5000多块钱，我说上来干大的，他来俺家也好几个月了，一直在给俺干活，所以嘛，这给他的也是俺的一点心意。嗯，他岁数也大了，你说手里没个钱也不中，是吧？是的。走，啊。爸，这今个买卖了。给你拿点钱，给我啥钱出来？叫你花的嘛。哎呀，我花钱不大，这得想买包吧。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你给你买包。这不是500，这是1000，知道不？钱啊。给你爷吧。月月费。哎呦，你装着拿着花，以后每个月留堆上，俺俩都给你得。哎呀，要不不要钱了？这钱也得给小孩买包，中不？这也不多，你也别嫌弃啊，别嫌少。嗯，这中啊，这我拿着，以后给小孩买包。你这岁数大了，手里没个钱也不中，这样出门都离不了的，是吧？是，我这花钱也不大。咦，你就这手里也没个钱也不中，啊？那你搁这歇会儿吧，我下去洗洗去。啊，嗯，那你坐这歇着吧，我喝点水。好，这头上这屋也可凉快，是吧？嗯，咱不要热。嗯，这风刮着呼呼的。既然热了，你都开空调，那费不多少电。可是。开空调了，我跟你说，咱省电。你那开到半夜再关上都省电。啊。哎呀，你看你。你洗的还喝水？啊，洗的还喝水。嗯，好。好。嗯。你又来干啥了？你是给我摘点黄瓜还钱去，我上人家做亲戚。你上他家干啥了？这你都别管了。你上人家家，最起码点两箱东西不？我手里没有钱，买不起东西。前两天将买了买，又没钱了。那买卖钱我留着买麻将机了，之前那个都坏了。妈呀，你干点正事吧啊！你别人家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摘去吧。迟早我弄他俩的事，叫你给他搅和和。我就上他家做亲戚，我说能给他搅和和？那你去呗。我将买了买，身上一身汗，我得洗洗去歇歇的。你买卖了？啊，卖多少钱了？卖5000多呀。要么你先借给我3000吧，我买两。你说梦话的吧？俺的钱买够了，没钱借给你。就是啊，还买够花10000多，你借给我这吧。你要是说你的钱买够了，可不是我买麻将机的。我跟你说说，买麻将机他也不吃东西，很就赚钱。你那欧这不是天天割草的，指这指那，说不定还赔钱呢。赔。俺喂狗是正事啊，你那是啥嘞？哎呦，医生啊，你看你这给我手打的，你都不说。他是没有找好碰着你了，姨爷，你下回别再碰着你了啊！不对呀，不准碰了啊，不能学恁口。不会说啊，别耽误他，我也打了，别耽误了，俺没家耽误。你说啥呀？俺没耽误。听见了不？爷干活了，奶没有干活，一个3岁的小孩都知道。谁亲戚谁来？我没有干活咋了？不干活上人家吃完饭，成天看你爸你妈的脸色，爷咋的呀？你少来这儿吃饭了不？你说这话都不怕，说出去叫人家笑话。就是呀、啊，我吃饭上午来，都来，我来来，上午来，晚上来。哎，有时候你俩结婚了？啊，爷，你下来吧。这穿的是啥衣裳啊？啊，表演服哦，今儿还化妆了呢。我妈妈给我买的。谁给你买的？姐姐同学弄的。啊，姐姐同学弄的。哦，这学的啥才艺啊？今儿个？我学的非洲鼓。非洲鼓。苍蝇舞蹈。这多舒服。我会。家家有人学了。我姐姐跳两姐。你。哎。哦，你也会跳舞啊？你咋跳舞的？你给我说说。说了一点不正常会。这个是正常。我把门接一回，你看叫你站家。这是今儿个我卖买了，然后离家搁家领孩子，所以才叫鱼肉水面烧过来。这都是你的说辞，天天来接我都不知道。你这个啥呀？那个恩子，今儿个咱卖买了，咱上街上去吃饭吧，请恁吃汉堡去。中，太长时间没有吃了。这么大，咋这么大？你帮大发不？哎，卖了卖，请人吃汉堡的。恁脸皮要一分都没有。哇！哎，俺那个舞蹈发到群里了，你看了吗？发舞蹈群了，是不是搁恁妈手上了？搁我手机上的。恁俩要不搁这给我表演一下吧？中不？我那个得两个人跳。两个人跳？你跟恁妹妹恁俩一跳好不好？哥，有点咳嗽，等会儿给俺弄点药吧。有点咳嗽是吧？中啊！哎，我想洗头，他又没说。哦，你说的啥呀？他说的啥？还得找翻译的吧？你说啥？干嘛？小时候，
我和袁妹哭。对。啊、哦、行行行，那。看看，你给我藏几路。咋的？你又搁这站着？你该走行走了啊。我不走，你咋走？我也想回家了。中，你回去吧，你咱妈弄回去吧。还咳嗽，那我去买点药吧。啊，我领出来去。啊。书包放我。书包放我吧。有作业不？有少，就是有俩儿童接的。俺叔叔一点作业都没有。我看你脸上画的。他都掉了。我口红没有吃啊。啊、哦，上午吧。上午有人叫你妈领着咱上街上去搓一顿，好不好？嗯。今儿个咱卖麦子卖了5000多块的。嗯。啊，走。他是男生。他是女生。哦，哼，上午吧。是男生，女生。他把你装得好看。